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上次有人说没有看到我炒这个野芹菜，所以今天特意去拿了一点，等一下就炒着吃。那天拿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多，今天去拿了一把，那里都还有好多。这个根就不要了，因为下面这个有点老。放点葱姜，本来我是要放那个豆腐的，因为家里没有，只有老干妈，我就放老干妈。如果放豆腐的话，会味道更好一些。今天我们蒸了很多米饭，用来烧米酒的。今天中午就吃这个蒸饭。前段时间我们做那个酸萝卜应该可以吃了。这个是酸胡萝卜，差不多了应该。我尝一点看好不好吃啊？还可以，这个有点甜，有点酸，很脆，对。啥先够啊？